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.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ully of Tea.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. 为什么要露营？为一次老友们的聚会，为展现并不惊艳的厨艺，为甜蜜的亲子时光，为阳光下的奔跑，为静静的发呆，或是为拍照五分钟修图半小时。有人说100种初夏的文案不及一次露营的美好，这一场关于夏日的限定体验，你想好和谁一起出发了吗？